1991年，那时候已经是1991年了，那时候慢慢的culture就开始，那时候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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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culture就开始，那
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些，怎么样思考这个认识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可以，这些都是很强的 engineer，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找，请 figure out when would be the best。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什么工程，它就是让你输入说，你如果不是就是你打算在然后有薪水，怎么样去阿提买这个住的问题？有我觉得应该就是应该两个，一个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假设有钱的话，那我们是该怎样来解决？但是对啊，这都是一些很功能。没有，你要想看，你把它 break down 嘛。这个是一个计划书，我们有朋友联系，后来突然有小孩了，they need a child， 然后就会那个谁先离开。对，就是说 then， 但那个是 you don't want to wait until then， 就我刚刚讲的逻辑，就是说第一步你要去想办法，他想的话每个人的 situation 不一样，要结婚的时候要结婚，所以每个人的 situation 不一样。其实 situation 是个 limited space 啊。说 limited 是 limited， 对，大概有。就是说，对，就觉得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比较现在的科技，自己也可以，就是这样不一样的。对啊，这样这样台湾的话，还需要购买，还要让大家购买。我们现在在雷量还有比较少一些。好，然后直接挑之内的那一个，所谓的最适合的，然后一些然后需要 meeting 的时候，关键就是接下来基本都买到，就是需要买房的太多，就可能房到，不知道，不过只有房到，我记得是9点就在楼下，没有，是啊，9点在楼下，9点钟在楼下上来，然后在坐在楼下，我就在楼下看到你啊，刚也是九点。可以去他的方向，或者是
把那个 reference 跟那个把 reference 跟那个 reference 跟那个会变成可以串成会不会是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就是高这个网站，好像对啊，就里面有。可是那我来说，我老总，然后大概我中间那个大概是时间，那工作量会去找一种，然后那个时间可能会很多。对啊，哦，那我就扣你，你要对对对，这样子 ，OK， 知道这个就还好。所以纯一会给我们那个这个装饰，是那种这个设计，我就把这个造车界比较常见，一定要讲到国山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从国山的应该是能找到，所以说反正他在美国的有先上到他有下线，然后就推荐你们一个，可以会儿，然后跟我们家买个。是要找出的 Google 的那个 Trouble Time 的 API 的那个然后我们会给那个 interest 的 payback， 就是说比如说这笔钱的给你这个分数，那像那个投资股票的话，比如说你的 gain 是有的，我在讲业绩，就是那些垃圾食问题，就是应该是哦，所以这可能在两位数，然后就是让大家去吃，对，因为刚好那个是有多少，然后基本上这个他是我学会的。然后他比我，因为他没有继续那个，我从那些交易，然后他做一两年，然后刚好他遇到那个时间，然后就他买了房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一下，说你觉得你当初买房子，然后如何有什么觉得困难的吗？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那时候房租没有，因为房租涨好像比房子涨得慢了一点，但是那时候我房租已经很明显，就是毕业两年，现在房租又涨了一点五倍以上。你是哪一年买的？我是两年前买的，第三年买的，第一年毕业，就买了房子。对，但是那时候房租涨得快，对，然后一方面就稍微算了一下，就是每月就是会比的时候。就是 mortgage 在扣掉一些抵押费，所以就是一个蛮简单的算法，就算的啦。就那就是一个 unfair 的 situation， 然后 pay rent 在那个 mortgage 事实上是 unfair， 所以如果那时候有个 tool 让我们大家都是 aware， 就是 respect， 也有很多其他的方面。你们没有做过，你们这么聪明，我们一样。这个这也是说起来，就我当时是这样，就是说，之前我就是我怎么想，他不是做这个，那个设计没有在我们，没有在我们。但是其实短期也可以算，因为我那时候是下午发球的，所以我其实是做三十多。可是其实那时候算了，我算比较少，省水费成，所以你可以照那时候来算，实际上那时候可能做七年可能是2.23%，就是3.23%。那算一下就是你需要带多少钱，然后那时候工作两年，我大概就照不下来。不是那个网络上可以的，那你一个月要付多少钱？然后付的钱可能会看起来蛮多的，但是你知道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像这种，还有花呗贷，花呗贷可能要交，但是应该保证它不一样。因为网络上其实有，我那时候上去找一个，你付多少贷款，然后那个interest rate，甚至它会有广告说就是哪边多少贷款，还有那个直接就可以看到，然后嘛还要其实它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但是大部分的
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没有去思，就不思，不去思考这个，忽略了这个问题。大家的问题是忽略了这个问题。或者可能是我根本就买不起，就不要去想。对，那是金色领域买的。贷款跟身份有关系。但银 credit 还有什么？跟你的跟是拿房间证吗？就有一些银行不会带给有签证的人去签证，但有些银行会，所以你要去找银行的人去签证。单位吗？放在邮箱。对啊，但是这个 green card 证基本上都是银行的。我们东西放这里。好啊，OK， 那我们今天瑞士旅程就先到这边。那现在是午餐时间，那我们下午4点大概会presentation，欢迎大家把自己的 project proposal story 给，然后4点半我们会 present， 谢谢大家，谢谢。如果有我怎么联络 ？OK， 那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好不好？可以来一张。对，因为摩根逊会往上涨，那通常对房价会有影响。But then that depends on location. OK， 比方说在如果是在有一些地区，大部分的买方都是用摩根逊买的话，那会有影响。那这样就是房价可能会稍微影响。但如果在 area 大部分都是看买的话，那相对来说就出价会有影响。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跟景气有关，那real estate 它会 lag 景气的 lag 那个上涨的。That's $1 million question， 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以 long term 找那种东西。我的算是一个很 senior 的 agent 在湾区，他已经65岁，他在做了40年，他所跟我讲就是说 any point of time 你可能会有可能买会超过20%，跟你们关系。OK， 不过如果你20年之后来看，就说你拿台北的房价来看，你比方说在台北，如果20年前你买高了，多了20%，就在台北了，你多了20%，你今年20年来看，你不会。你几乎要就会赔那个20%，尤其是如果你买在好的 location， 比如说如果你是买在台北，有台北东区，20年前可能一平才30万 ，OK， 那你多了20%，你多了，那比方说20万啊，多了20%，24万，不然现在在东区，你看那房价就是100多万，所以你不会太在意。我觉得买 real estate 最好有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我觉得在湾区也是一样，如果在20年，谁知道在 long term 或在 bottom， you。你可能一个 square feet 大概100块钱。
50块钱，如果你再多备 20%， 要120块，那你现在已经是1500，所以你不会太在意这个。那如果对美币，我觉得现 OK， 你也可以买在San Francisco City， 在San Francisco City， 它的 market 比较，实际上在 City 里面，它的 market 没有涨很多，但是它有 rent control， 还有 tenant transaction， 我不知道这个你什么时候去，你在San Francisco City 住吗？哦，你住没有 rent， OK， so rent control 就是你每年涨的 rent 的幅度。它是政府规定的，而且那个很低，那个是对 1-2%， right？ OK， 那它那个是在它有一个 cut off 在1978年以前盖的房子，它都有 tenant protection 还有 rent control。那 tenant protection 是有些 tenant 你是不能够随意请他走。然后他有付房租，没有什么 break contract 都很难找到，是这样。对，在San Jose也有，但在 San Francisco 那个的弱更严。那因为这两个关系，所以他的房价比较的上去。如果你买在1978年、1979年之后盖的房子，那它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个房价就是呀比较，对，不过那个房价也就是比较贵。Where I see values 在也是 Burlingame Millbrae to some extent also pretty good， yeah， so Burlingame Millbrae， 我觉得这两个是。开口一百就很笨。就是庐山住的那边，对，就没有听过那边的标准。他也，不过相对来说啊，我觉得 you can still find that， 他跟 Mountain View 来说涨的幅度还是没有，他现在慢慢在涨，不过涨的幅度还是没有。我们像 Palo Alto 或是 Mountain Park 或是 Mountain View， you can still get something reasonable like a million。本在 Mountain View 慢慢的已经找不到$1 million 的，不也挺看法在 Mountain View 上哪一个有名。我觉得很好，如果我觉得 Millbrae 还有 Burlingame 相对来说，我觉得 it's affordable， 它还有 value 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也许你会考虑 Oakland 是比较让你害怕一点，因为那边治安是不太好，可那边是比Millbrae低很多很多。那重点是 East Palo Alto 的这个钱赚的。East Palo Alto 现在已经涨了很多了。Just don't look down East Palo Alto， 它的那个房价已经涨很多，就是在过去两三年已经涨了很多
多。那 East Palo 它也有 Rent， 它有，它有。对 ，I would suggest not， 如果你比如说你可以买在它叫 East Melo Park， 就是在 101的East 那边的 Melo Park， 那边离 Facebook 比较近，我觉得那边还是比较。那个那部分还是比较好一点了，对对对 ，East Palo， 对 ，East Palo 还是它有 Rent Control， 它有 ，But recently， 我觉得已经因为很多人去那边粉，对呀，很多人去那边粉 ，OK， 我觉得太多人去粉的地方也不好。OK， 因为你是希望 OK， 一定看杂志你是要投资还是你要买自己创 ？OK， 如果你想要买自己创的话，你也不希望说那个 labor 或is unstable， 你还是希望说是一个 stable 的 labor。Yeah， 因为如果太多 flipper 去那边 flip 的话，就是因为 flip 那个内部相对来说会比较不稳定，就是比较不稳定，因为你希望说在的那个 neighbor 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那个的 home really cares about那个 neighborhood will be， 因为 flipper 他可能那边 they just want to make a few bucks and they don't really care 那个 neighborhood 怎么样，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之后要买投资的话，如果那个太多 flipping 的话，那个也是一个concern。没事，你找 Raffin 上面。你可以去看嘛，对不对？就是市场交易。像我到去查三个月，我发现这个房子去年80万的，结果我们今年150万卖掉了。然后原来比如说1300 square feet 变成2600 square